世界上最多的动物是昆虫，它们的种类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动物和植物加起来还要多。它们繁殖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在一般的气候和环境中都能够生存。它们的体型小，需要的食物也少，但繁殖却很迅速。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生物，在已经发现的昆虫化石当中，有的竟然有3亿5000万年的历史。目前人类已经知道的昆虫就有85万种之多，每年都有新的发现。昆虫学家们估计，世界上生存的昆虫可能有200万种以上。昆虫繁殖得非常快，如果所有生下来的卵都能够活的话，一对苍蝇在4个月之内就可以繁殖到10000万亿之多。好在鸟类、鱼类，尤其是其他的昆虫，都是它们的克星。反常的天气也可能使大批的昆虫一下子死光。一个母昆虫虽然可以产下很多的卵，但是其中能够长大的却寥寥无几，大自然在冥冥中若有定数。一般人总认为昆虫会传染疾病，对虫类不怀好感。其实真正有害的昆虫并不算多，只是它们为了寻找食物，有时不免损害到人类的利益。但是这些害虫只不过占所有昆虫的1%，99%的昆虫没有什么害处。相反的，很多种的昆虫是对人类有益的，比如蜜蜂会染造蜂蜜和蜡，丝则是从蚕茧来的，有的昆虫还会分泌虫胶。此外，还有人把昆虫当作食物。较未开发地方的人吃蚱蜢和蚂蚁，他们也把毛虫烤来吃。昆虫也是很多种类的淡水鱼类和鸟类的食物，这对人类来说也有间接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的昆虫还是被其他的昆虫当作食物吃掉。昆虫对于保持大自然生态的平衡具有连锁作用，这可能是它们最伟大的贡献。比如蜜蜂为了采取花蜜而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无意中就把假朵花的雄蕊带到乙朵花的雌蕊中去，这样植物才能够结成果实繁殖。如果没有昆虫作为授粉的媒介，这个世界必然会大不相同。中华民国有许多杰出的昆虫学家，台湾省农业实验所的李纯阳博士就是水稻和豆类作物虫害防治的专家，他也是一位业余的摄影家，最近还凭这项他所热爱的终身嗜好获奖。李博士把他的摄影嗜好与学术兴趣打成一片，十年来他利用普通的摄影设备，在李夫人的协助下孜孜不倦地拍摄这个西太平洋半热带海岛上昆虫世界的记录影片。这是一项消耗时间而且需要极大耐性的工作，有时候在他还来不及装好配有远镜头的笨重摄影机之前，目的物早已失踪。有时候他希望有更高级的设备，但是大体来说，他拍得相当不错。所有动物最基本的本能都是吃，
没有人知道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昆虫。据估计，在每一英亩的潮湿土地上就有400万只。整个地球上的昆虫总数简直要吓死人。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它们把持，只有一个原因，虫吃虫。大多数昆虫都会被其他的昆虫吃掉。当然，它们还会在地上或者在水边被其他的动物或鸟类当饭吃。差不多50%的昆虫都只吃植物，但是也有吃肉的昆虫，像这只吃蟋蟀的虎甲虫就是。究竟谁吃谁，这与它们的体型大小并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这个乳白色的小东西，乃是食蚜蟒的幼虫，居然会食蚜虫。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蜘蛛并不是昆虫，因为它有8只脚。蜈蚣当然更不是，理由用不着说。依据昆虫的定义，昆虫的身体乃由头、胸和腹3个部分组成。头有主角，胸部有角3对，翅膀2对或1对，也有没有翅膀的。昆虫学在往年是一门与实际生活似乎无关的科学，现在由于关心维护人类自然环境平衡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已注意到如何防治虫害的老问题。无论是利用放射线照射使雄性绝育也好，或者是引进某种昆虫以谋克制另一种昆虫也好，这类办法的时髦名称是生物控制。研究一门科学，首先要了解研究的主题。研究昆虫的人既要探寻千万种昆虫的自然环境，认识它们的身体和行为，尤其必须多做实地考察。昆虫除了吃之外，最强的本能是求生存。朱节虫是出名的伪装能手，它们借伪装来自卫。齿户的保护色和四周环境几乎难以分辨，如果它不动的话，简直看它不出来。它们究竟怎样在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达到这个境界，还是一个谜。上帝创造的彩色实在神奇，谁能看出枯叶蝶和一片枯萎的落叶有什么不同？昆虫的伪装并不都是要使得它们看来像是其他的东西，有时候它们会使人看来像是在树林中玩弄光线。且看这只文小黄和这只文天牛，象鼻虫会摔落在地上装死，直到它的敌人受骗离开为止，就像美洲的负鼠一样。自卫也可以采取筑堡垒的办法，袋虫就会做好这样一个袋子，平平安安地躲在里面。泡沫虫会吐出大量的泡沫在树枝上，躲在里面吸食树枝。许多昆虫的幼虫在水里生长，像这种食蚕蛾的幼虫时常可以在高丽的溪流中找到，它们会用小石片来建造小屋住在里面。当然也有些昆虫用比较积极的办法去对付敌人，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狰狞的外貌去恐吓敌人。
其实许多看来凶恶的昆虫完全无害，它们不过是为了自卫而虚张声势罢了。但是像这条大毛虫却是真正有毒的，有的昆虫还会像油鼠一样散发出一种恶臭来驱除敌人。蚜虫自身毫无自卫的能力，凡是种植玫瑰的人都知道瓢虫爱吃蚜虫，所以常在花圃里放几只瓢虫让它们去消灭蚜虫。但是蚜虫也有朋友，因为蚜虫会分泌一种蚂蚁爱吃的蜜露，所以蚂蚁会去保护蚜虫，甚至不容许瓢虫在附近活动，就像我们养奶牛一样。合群的昆虫尤其是蚂蚁有高度的组织，而且还分阶级，各有职分。蚂蚁在地下建造的蚂蚁窝就像一个城市，也有四通八达的道路，一旦受到威胁，他们会首先动员把蚁卵搬走以保全后代。昆虫的生翅采取许多奇怪的方式，非常有趣。有些昆虫一生下来就是活跳跳的虫，有的则要从卵中孵出来，有的花样更多，比如蚜虫，有时候是产卵，但有时候又会直接生出小蚜虫来，而且母蚜虫可以不经交配而连续生下几代小蚜虫。白须甲虫更是经常如此单性生翅，因为根本就没有公的。但是大多数昆虫还是经由两性交配而生翅的，而它们的交配通常都是在富有诗情画意的环境中进行，像这对豆娘就是。昆虫的竹须大家都知道是有作用的，昆虫用它们来接住肠胃、闻香甚至听声音。但是公的虎甲虫是否会用它的竹须来向爱侣传达它的柔情蜜意呢？瓢虫先生和瓢虫小姐是否会在他们的婚礼中大跳华尔兹呢？看起来他们的确是在按节拍跳舞呢。这是中国土生的星天牛，它的长相就像评剧里面的大将一样。富尼虫的爱情表现也不逊色，公螳螂多半在一度爱情缠绵之后就被母螳螂吃掉。情人眼里出西施，对这两只铁甲龟来说一点也不错。鹿蛾为了使它们的翅膀不相碰撞，乃采取这种反方向的交尾方式，一旦交尾完毕，母的昆虫就可以产卵。但是如果营养不足或者温度过低，也可能延迟生产。他们最费心机的事莫如如何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产卵，一方面要便于孵育，一方面又要安全。昆虫的卵在生下来以后完全听天由命，这些虫卵很可能会被其他的昆虫吃掉，也很容易因意外事故而被砸破。双向虫所产的卵一排又一排，非常整齐。瓢虫产卵很不规则，成为乱七八糟的一块。寄生蜂往往把卵直接产在所寄生的昆虫体内。卷叶虫正在吃力地把一片树叶卷起来做它藏身之所。忽然来了一只寄生蜂，
把卵产在卷叶虫身体里面。这个卵就在里面孵化成为幼虫，靠吃这只卷叶虫长大。然后兔丝结茧变成蛹，最后会再变成成虫破茧而出。由于种族的延续全靠产卵，母昆虫对此有其天赋本能。倘若某种毛虫只吃一种植物的话，那么这种毛虫的卵一定产在这种植物上。牧师虽然如此小，也可以造成另一种形状的树婴。这条虫似乎在刺这棵树而把卵产在里面，不久卵的四周膨胀起来，就成为一个树婴。如果剖开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软绵绵的幼虫在里面。再过大约一年，这幼虫就会变成成虫飞出来。树婴可由各种不同的昆虫造成，而且可以长在花草树木的任何部分。好像人身体上长的瘤，形状大小各不相同，有的像皮疤，有的像个钟，有的甚至像个苹果。昆虫学家的生活忙碌枯燥，各种昆虫的拉丁学名又长又难记。处于这种环境，应知讲求生活的艺术。当遇到难以解决的困扰问题，最好轻松一下，借娱乐来调剂身心的疲劳，然后再接再厉。李博士最爱的消遣是钓鱼，他说没有其他的运动比垂钓更能使他心广神怡，真是一竿在手，万虑全消。他喜欢古典音乐，也会拉小提琴。他是一位淡泊宁静的君子，以潜心研究昆虫为乐。他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还是用来寻找以前未曾发现过的昆虫上，真是与昆虫结了不解之缘。美国的《史密桑尼杂志》1977年11月号曾刊出李博士的照片作为封面，并以专文介绍他。李博士对于研究昆虫的生活习性特别有兴趣，尤其是他们的行为。比如筑巢设窝，乃是蚂蚁、蜜蜂等等群居昆虫特有的活动。大家都知道蜜蜂所造的蜂窝极为工巧，但是很少人看过这种土蜂筑巢。把巢筑在猪馆里面，一共有7个房间，每间房都有一个瘫痪的卷叶虫，这样他们的儿女就用不着跑出去找吃的了。这种蜜蜂采取树叶来做筑巢的材料，
所以叫做剪叶蜂。看它们把每片树叶搬回巢里去，多吃力。昆虫似乎都不会思考，一切全凭本能。这可怜的小家伙只会傻兮兮地拼命把树叶向这个小洞里挤，就不知道把洞口弄大一点，但是它最后还是弄进去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里面，叶子已经用来做成许多隔间，每间里面都产了一个卵，而且储存了蜂蜜和花粉，预备给孵化后的幼虫吃。现在请你猜猜这个小东西叫什么名字，在做什么？这就是摇篮虫，正在为它下的蛋做摇篮呢。除了像渡鱼等极原始的昆虫外，大多数昆虫都有一个结实的外壳，这种装甲显然有护身之力，但也有弊。外壳的质料既然硬，就难以伸展或者生长，于是昆虫在生长的过程中必须不时褪去这层外壳，让里面的内壳逐渐硬化，成为比较大的新外壳，这叫做蜕皮。像这只黑跳虫蜕皮之后几乎大了一倍，这个镜头李博士前后拍了8次才满意，他花费了10年的宝贵光阴才完成了这卷不过半小时的纪录片。装像也要经过蜕皮这个阶段，但是各种昆虫在完全成长之前要蜕皮的次数并不相同，一旦完全成长就无法再蜕皮了。这只蚱蜢正在蜕皮，蚱蜢和蝉等等的幼虫在许多方面都跟成虫相似，只是没有能飞的翅膀，它们只经历不完全的变形过程。至于一般甲虫、蜜蜂、飞蛾、蝴蝶等等，则要经过完全的变形过程，先从幼虫变为蛹，再从蛹变为成虫，而且大都有能飞的翅膀。蚜虱是蚜虫的科星，经过蛹的阶段竟会变成一只美丽的草蜻蜓。这只长着巨臂的蚂蚁虱抓蟋蟀吃易如反掌，它也要吐丝结茧变成蛹，但是最后从茧中钻出来的哪有一点像蚂蚁虱。这个丑八怪叫做腹泥虫，也要经历完全的变形过程，控制变形过程的是荷尔蒙。对于这种神奇的物质，专家们仍在不断地化验研究。
现在让我们来对蛹这个从幼虫变为成虫的中间阶段做一番更仔细的观察。这条毛虫正在为长眠和变形做准备，它在穷凶极恶地吃以储备变蛹所需的精力。当它认为准备充足而又能找到一个合适地点的时候，就开始吐丝，首先织成一个底架托住它的腹部，再织出一条带子来织长它的胸腔，然后蜕皮变为蛹。在经过一段静止期间，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星期，最后变成一只花蝴蝶，其中的奥妙真是只有天知道。在李纯阳的昆虫世界里，至少还有一大片是盲无所知的空白，60%的昆虫犹待鉴定归类。昆虫身体上许多部分的功能我们还不明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赐予它们如此强的生命力，使它们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继续蔓延不绝，以及何以他们会被专家们看作人类控制地球的大敌。世界需要更多李纯阳，不仅在昆虫学方面，其他科学方面也同样需要，增进对于我们地球上同居伙伴的了解，必定大有助于认识我们自己。